丝吗？你把这几个螺丝拆掉，这六个，旁边两个，这里也两个的，你把这个六个螺丝拆掉，拆掉以后这个可以这样拿起来了。还要把这个拿，这里还有两个，把这两个螺丝也搞出来。把里面的螺丝全部拿掉就可以。快卸下天吧，就这样没那么沉。掉了，你多就掉，你多就掉。啊，电热毯拿出来这样就全部拆下来了，然后就又再装回去。是啊，装回去一样，你先把这个刀装回去，把这个刀装回去。然后你再弄上去嘛，等一会儿打螺丝嘛。
那个也那个要换吗？这个它本来掉了，防水的。我暂停，带上去就行了。好的，带上去就行。然后上好螺丝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你要把这下面的螺丝全部上好就行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嗯。